哎呦，好嘛，那这个您要这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处理太错了。要是停就早一点儿，你这那个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有点压前面线了呀。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嗯，你这个还其实刚才应该跟着就过了。这怎么了？哎，这没事儿啊，就说这意思，应该跟着就过了，不应该在这闷了，很容易追尾呀您。是不是啊？你怎么看见光光？好嘛，我还以为你惦着跟着走了呢。光光看见，我就没拦着。好家伙，你熟了，过八个档，老天，这有点危险啊。嗯。主要一个说压线不压线，咱搁一边。嗯、你主要容易也追尾，是吧？本来我都以为你要过了，你说后方司机肯定是认为是这样，你又突然闷这儿，就很容易被追尾啊。嗯，没等你。没看灯啊、嗯、我以为你看见你想抢呀、嗯、因为你一直在提速，我就没拦你啊，就怕这犹豫的，要不就过了。嗯，其实你刚才那个速度已经起来闷、嗯、其实反而不舒服危险，还不如就踩那就完了、嗯、对吧哈。你越犹豫就不过，然后看见那灯、哎、只要犹豫就不过，但是你都到这儿了还不如就过去。嗯，你在中间那儿再犹豫也比这儿闷强、嗯、是吧，你那也不算闯灯啊。对，千万别急刹车、嗯、你这急刹车你直播间里面你说别急，这样很容易追尾，而且其实也比较损车，是吧、嗯、就跟咱自行车突然那个急闸一样，那闸线都断了。然后我在看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了、嗯、我要是过是不过。嗯，哎，我们还是居中走啊。对，好，踩着中间这根线啊、嗯，对，踩着这个箭头，嗯，好，收收油，跟大车拉远一点，对，好，再跟着走。资深老司机，对，没告诉你们，我们这种直播间，要不就是那种纯小白，特别喜欢听的，哎，想学的；要不就是会开车的，然后他就是想看那个，哎，出丑的，啊、哎，一会儿不行的，一会儿这那的，就这两部分人。老司机来找点车。你是瞎玩儿，你看左右啊，没事，你走你的不躲，让速不让道，你不用躲盘。指点江山，拉黑你货车，红绿灯啊，弄的。哎，身踩长膜啊，往左来点，右边压低，脚有没有踩在箭头尖上，对不对？嗯。嗯，有没有盖住斑马线一半、嗯、对吧哈、嗯？你看看从影像上看、嗯、都看不见停止线，是不是太远了？往前进，不要给油，哎，带速度一溜就行了。哦，还得呀，还得盖住半。你看人家这俩车在哪？你看你在哪？嗯、哎，这差不多，是不是盖住半马线一半了、嗯？对。可以，老司机给新手一些指点，这都没事儿。就你别这个搞我来就行。他们拉黑的是因为他们质疑我，天天，要不就给我数了数了啥的。那你说我不拉黑他们干嘛？早晨就是直播间，我那买早点带学员在双黄虽线那儿掉个头，因为啊这一道啊全是实线，就中间那俩小块是虽线。哎，有个老司机，应该是老司机啊，然后过来了，啊你这教学员那个实线掉头不抢了，你等一等，啊你这教学员实线掉头，
他是刚进直播间，没看见地上虚线，就在这数落我。你说那个，我是不是得拉黑他？笑死你了！这不就是这是哪吗？这个是长明道。嗨，我要是别在摄像头底下，我要这么叫更挨喷了，那不行啊！我这直播着肯定不能那样。要是咱们老司机能理解，我那个还是按正规走的，按在双黄线调的。好，我们那还挨喷了。人家进直播间的时候正好没看见虚线，看见实线了。我那脚底下是虚线，人家没看见，进直播间就给我喷一通。那个啊，那个你这陪练怎么当的？那个教学员实线掉头啊！我说你哪只眼睛看我实线掉头？我用不用拿着直播间给您拍一下虚线呀？哎呀，就天天一堆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我就直接拉黑了，我也懒得跟他教你。就是进来不听你前一句说嘛，也不听你后一句说嘛，也不看你前一秒是不是虚线，他只看见他当时的，他只想表达他想说的，说完就走了。就这种人，我就，哎，没办法，天天太多了，就。那我自己开车，我肯定也是分情况啊，对吧？老司机谁那么规矩啊？你肯定是躲摄像头更多一些，但是咱要教学员，肯定咱得按规矩教人家，对不对？那合着我也没那个实线掉啊，那他就给我喷一通了。大早晨，我正准备买早点。正高高兴兴准备吃早点，哎，他进来给我来一句，往左来呢。啊，红绿灯啊。是，我就反正现在要是喷我的，我就直接拉黑了，我也不跟他废话。以前还矫情两句，现在就直接来。看不惯我，您也甭看我，我就直接给踢出去就完了。你直走。稳嘛呀！让我喷两句也不说话就走了，因为我确实是虚线掉的。直播间包括学员，人家都看见了，他应该是刚刚进直播间，就跟这线似的，都是实线，就那两块是虚线。我正掉一半，那实线那个虚线在我车底下了，他没看见呀，他就以为我实线掉头了，知道吗？进来就给我来两句。那个是路中间的虚线。对呀，那你真要是天天都按这么规矩开车，黄杆线不能停车，那对吧？没法开了就。但是你教学员不能那么教，必须得跟他说是正规的怎么样。